评审，大家好，我叫丁小婷，今年18岁，我毕业于中华艺术学校，我今年要升大一，然后就读玄奘大学广播与电视新闻系。然后我之前想来金牌麦克风的原因是，我想唱歌给我外公外婆还有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都在台北工作，然后我又是单亲家庭。可是我外公外婆给我的爱不会少于没有爸爸，对，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，对。来唱什么歌？阿令的等你。为单亲家庭的丁小婷，从小是外公外婆陪伴一起长大，她很感谢外公外婆，今天想把阿令的这首《等你》送给他们，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站在舞台，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。爱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意义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伤透我的心。你的爱情像游戏，我却爱得很彻底。其实我爱你，反而让你受委屈。勾过手指的你，该不该放弃？曾经不弃不离，你却不在意。我用尽一生的力气，守护一生的约定。难道这是我一厢情愿的秘密？却等不到半点安慰的话语，只有你满脸的嫌弃。等你也好想你，再等也没有半滴温柔残余。我开始不再相信童话中天荒地老的约定。我按差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，其实它起伏并不是很大，但是我其实很期待从你的声音里面听到一些更多一点东西在里面哦，就是有一些情感，有一些起伏，因为唱的有点平，嗯，然后只有一种频率，对，但是你的音色是不错的，恭喜过关。谢谢老师，还有我们现场可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今天来到这里要推荐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，是我的大儿子柯乔凯，我们的加油团，谢谢。他呢从小就学音乐，从5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，然后呢进入这个正规的音乐班，国小国中到现在师大附中，那都是非常优异的成绩。那他呢会的乐器，他主修是法国号，那副修是钢琴，他也会小提琴，也会爵士鼓，也会木吉他、电吉他。那他很多的音乐都是从这个网络上自修学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推荐一个这么优秀的年轻人给我们在场所有的嘉宾朋友。那现在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柯乔凯？各位评审老师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乔凯，今年18岁，来自师大附中。然后就像我刚刚我妈讲的，我从小到大学习音乐，那音乐就是我，人生最大的梦想，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兴趣。对，谢谢。加油加油哇！妈妈也好漂亮。您是有担任主持人的工作吗？本来跟儿子讲说这个是秘密的，这一马上露馅儿，你、这个、马上真的是吗？对呀、啊，端庄大方啊，这个、那怎么好意思娇娇在这个台前，真的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呢？还好还好，这孔夫子面前卖文章了。客气了，啊，
这个时阵是要安怎安尼？是你也先去徛边啊，休蛋去嘞咯。安尼今晚来听我儿子来唱歌，是哩，会让大家感动的歌。一定有没有尖叫声？来一点尖叫声。有没有掌声？来一点掌声。有没有掌声加尖叫声？掌声再加尖叫声。谢谢，儿子，我懂你的明白，加油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好，来凯凯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带来这首洪仁老师之前在比赛里面曾经唱过的歌，也是我非常喜欢一首歌，叫我要我们在一起。请开始。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、那个路、那个房、那个的那扇窗口。我宁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，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，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过得太快，来不及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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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柔情的日子里，生活不费力气，傻傻看你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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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我说我要我们在一起。柔情的日子里，爱你不费力气，傻傻看你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不像现在，只能遥远的唱着你。谢谢大家。我觉得选这个歌真的要蛮多勇气。我当初选也是真的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害怕。洪仁老师你是我偶像，我看你的版本在网络上看很多很多很多次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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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因为我刚好听到，我相信，因为我刚好听到我自己的旋律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给你一点建议，就是钢琴是有可以渐慢的部分，但是那个渐慢不代表是已经要结尾，因为通常你的渐慢都会给我一种你要结束这个歌的感觉，我觉得那就太慢了，对，然后后段可以再唱出来一点点。对对对对，那谢洪仁老师，师大附中音乐班钢琴没有问题，谢谢。可是钢琴跟 vocal 的搭配，我觉得可以再更有默契。好，恭喜过关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
个国仁老师今天当评审，然后我就唱过他之前比赛的歌，其实赛前是非常紧张，然后但是我做到了，耶、yeah!其实小凯这次选这首歌，我其实蛮担心的。嗯，对，不过他真的做到了，儿子你最棒，耶！爱的抱抱，加油！加油！下一位。大家好，评审老师好，我是陈威。其实今天我的推荐人呢是我的大舅，但是今天他跟我说他怕如果他来台上的话会被制作人看上，所以他宁愿把机会留给我，所以我在这边跟舅舅说一声 Thank you 、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是戴佩妮的试探，谢谢。为什么你大舅很帅啊？哦、oh, ，他还蛮帅的，真的、哦。嗯，他今天有来现场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这么低调、哦。嗯，好，那你好好表现一下。好。外表十分有气质的陈威，今天要带来戴佩妮的《试探》这首歌，对他来说是感触很深的歌。他今天想要把这首歌献给成长中的自己，而陈威将会如何诠释呢？做了一个手势给站在窗口另一边的那个你，企图想暗示这一场关系隔了层玻璃，这是个多可悲的情景，很靠近你还是觉得有距离，只能微微的试着触碰你，模仿你呼吸的频率、反复的试探太无味，疑惑的口吻让我们胆怯了，以为谁给的拥抱不纯粹，谁的过去是无瑕完美，耳边的流言太玩味，无心的揣测让我们不断往后退，你哭的双眼越深邃，我越害怕去安慰。谢谢，好听呢，好听呢、哦、因为有的时候漂亮女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点担心，这样大舅还会赢过她什么心，她不是说大舅啊、嗯，对，她担心她大舅会抢掉她风头，哦，是我大舅担心了，哦，担心算了，不重要了。大舅如果担心，真的大舅会太厉害了。你已经这么厉害了，你大舅比你更厉害吗？是这意思吗？还是你谦虚了？因为他真的很帅啦。哦，我们干嘛为一个没有人来的人讨论那么久？他根本没来，好不好？真的真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每次看到漂亮女生，我都很担心，想说，哎呀，会不会就是这样？就你唱歌好好听哎，你很。很动容，谢谢，就让我听到很动容，而且你很多情绪，综合以上所有参赛者的优点，有自己的小宇宙，然后细节也处理得很好，然后姿态也漂亮。对，跟他长，你跟你自己的长相合而为一了。所以，那你跟你自己的长相呢？是分开的，没有啦，在台上是合在一起的啦。对，我觉得你整个是状态、长相、功力合而为一，头发、眼睛。小指甲，整个谢谢指甲缝全部合而为一。小王庄，对，干什么啦？快点，评判老师。我有点难接，这样。觉得你声音一开始唱的时候好像有点中规中矩，但是你完全可以驾驭那个编曲，然后融在里面的，就是你唱的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唱歌的表现，太棒了。谢谢，恭喜过关。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就真的是谢谢。然后我还想要谢谢我妈妈，就是一整天一直陪我。因为妈妈不只是今天陪我，她真的是一直都一直很支持、很陪我。
持我，然后一直都陪伴我，所以真的谢谢。金牌麦克风决战台北 Y 十七，本周二十五位挑战选手中有四位失败，二十一位过关。那些都过去了吧，我们总要学会放下。那些都过去了吧，一夜之间学会长大。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淋湿了昨天删去，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，那爱笑的眼睛。 I'm asking him to change his way, and no message could have been in the clear. 恭喜过关选手确定取得资格，即将站上更豪华的梦想舞台。